看图腾的情况下，按照一波21张小房子这样给自己的要经者烧送小房子，当烧完再许下一波21张，这种方法是否适合所有没有看图腾不清楚具体要经者这样的情况？80%都适合，因为只要你做梦做到有鬼了，有一个鬼在追你杀你，你就必须要念21张小房子。感恩师父。